标题：妙杰演唱《年轻的力量》。歌如其人，妙杰就是年轻人的榜样。最近微博上圈内的风气很正，艺人们都很积极地参加青春正能量的活动，这其中就不得不说到水木年华成员妙杰。在微博上好多次看到妙杰和共青团中央合作的作品，这次妙杰作为上海青年慈善公益爱心大使，为中国首届金口博览会演唱志愿者主题曲《年轻的力量》。真的觉得歌如其人，妙杰就是时下年轻人的榜样了。听《年轻的力量》的歌词，就觉得正能量满满。当流淌的历史交相辉映，当满目灿烂装点繁华的森林，志愿青春书写时代新华章。我们在上海拥抱明天的太阳，激情澎湃的歌词，再加上妙杰深情的演唱，整首《年轻的力量》给人一种年轻向上的希望。仔细看这首歌的 MV， 发现妙杰身穿青年志愿者的服装，投入到志愿工作中，可以看出妙杰作为一个青年偶像的榜样力量了。其实妙杰和共青团中央合作的作品，除了《年轻的力量》之外，还有今年妙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新歌《家乡》。共青团中央微博还曾发布过《家乡》的 MV。 在《家乡》这首歌中，妙杰以三年助农经历为素材，将自己对家乡的祝福和思念之情融入质朴深刻的歌词中。在《家乡》MV 的片尾，还发现了妙杰这几年来为助农事业做的贡献。在2015年到2018年这三年间，妙杰亲自走访了全国大大小小几十个贫困县，为了能让遇到困难的农户获得有尊严的帮助，妙杰还建立了助农平台《家乡来客》。11月，在新歌《家乡》上线，收到社会上的广泛好评后，由妙杰作词作曲的又一新歌《未来以来》上线。这首《未来以来》在歌唱北京音乐新生代青年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获得特等奖，互由共青团合力推出。在《未来以来》的 MV 中，吴磊、杨子、鞠婧祎、黄婷婷、宋祖儿等青年歌手、演员、各行各业优秀年轻人与妙杰共同演唱，妙杰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可见一斑。此外，妙杰还因为对社会工作和公益事业的关注与贡献，多次获得公益类的奖项和荣誉。10月，妙杰被评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公益人物。11月，妙杰被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聘为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专家。通过妙杰创作的《年轻的力量》、家乡、未来以来等作品和其参与的社会公益活动，可以看出妙杰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作为公民的高度责任感。在这个新时代，我们需要更多像妙杰这样有号召力的艺人参与进来。